还干呢。我是柯文哲的。搞笑跟体育主播徐展元对答，化身电器人物外科医师盛柯市长，重拼好久不见的手术袍，挂着听诊器，还背着两大把手术刀，要为台湾电击加油。其实我也是电竞高手，只是我玩的是新街头。虽然志成玩的是新接龙，但换身为高手，胜的绝招到游戏术语他都懂。看我们并肩作战，台湾电竞加油！不，就 carry 的一场，反正大家高兴就好了。那台湾的电竞产业，我们还是要支持它，它是一个产业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产业来看待。柯文哲透露，日前跟电竞的选手座谈，已经承诺要拍摄影片，替参加十月电竞比赛的台湾选手打气。而柯文哲把影片 po 上脸书，粉丝纷纷留言，第一次看到了师傅把电竞当成了体育赛事看待，也让他们印象很深刻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